各有一半赞成，一半反对，最终主席才是退回在议。我们有看到，执政党的态度很重要，政府的态度很重要。今天要让一个新建案通过，它可以像深澳电厂当初一样，8-8平手的情况下，主席一票才是让深澳蓝莓电厂通过，而在淡北连外道路上却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。也因此，我们也呼吁今天的主持人、今天的主席以及现在的执政党政府，对于淡北连外道路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。人民有需求，地方政府愿意承接并且来新建，那中央政府你的态度是什么？请你说清楚讲明白。